God， 青南山下，青崖山呐、啊，八万大军，我能理解为什么不拍八万大军，但是真的太偷懒了。同样的画面，你这个也可以在回忆里面弄啊。我有必要一开头就这样子吗？那怪人家一开头就觉得就哦，怎么样子，很让人家低估第一集。好，我顺便说一下我以前的一个朋友，他说的一件事情，他说第一集就必须要在五分钟还是六分钟之内马上吸引人家的眼球，不然人家看不下去。我说你不能就仗着龚俊跟迪丽热巴长得好看啊。 Oh my goodness， 他们两个是够好看，颜值可以衬了整个集，然后还刘宇宁也算不错，可是这边的造型我真的就觉得都快崩溃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能不能放过主角们呢？好吧，反正意思就是这出戏没有到上心。我也不懂什么叫上心戏，上心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懂，真的不懂。但是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作品是要很认真去推敲的。好，拜托你们，求求你们，真的是。还有一个把一个让那个大军八万的大军因为他的疏失或怎么样子而造成的这种的巨大的损失还畏罪自刎，这不太负责任。公侯伯子男，那身为侯，他的爵位相当高了，这应该是直接反京或者是怎么样子，跟朝廷有个交代之后，你要再去自杀或者怎么样子就看那个皇帝 的安排。这样子让我觉得说这一开头就很明显的这位晋安侯他一开始遇到的情况根本就是一个冤死，然后甚至他的自刎还有可能是被人家怂恿的。所以说如果不知道，如果不懂能不能够理解那种的古代的那些就是朝廷之间的关系的话，光看一开头绝对会觉得算是个超级无聊。他事实上真的已经有下很多的伏笔了，可是真的不用给人家考试。现在的很多人看戏真的他们只是想要看的滑影啊，看着高兴开心而已，他真的不是要来那个脑力激荡的。这个你要脑力激荡可以，像人家想见你那种的，商业性质很强，我也觉得不错啊，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真的，它真的不是要你花脑筋的东西啊，你不要考观众的智商好不好啊？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就是一个侯姓帝，国王姓就是那个皇帝姓韩，这不是有问题吗？在古代姓帝的人应该会是所有的帝皇所非常的忌惮的对象，这个姓氏本来就有问题了，他应该会被改姓，他不会留着。不能小说你不能够忽视一个在古代，就算你时空你架空时空好了，你要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想看看到底是哪一个人姓帝，哪一个皇帝能够容得下去的，我都容不下去了。这写小说的人可不可以有点良心一点啊，取的名字取个名字好听，那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比方说好了以后这个就说这个女的这个女主角她后来称帝称为女帝，
那我倒觉得 OK。你让他直接姓帝，你就是叫他根本就是直接送死啊！就是一开盘，他只有一句话，不管他是对的是错的，他就死路一条，因为他就是不该姓帝。好，然后这边出现了忠义侯啊，这忠义侯一般叫忠义的下场都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他本身就不够忠义，相信我，这是真的。好，人就是什么没有的时候哈。就硬要拿个什么东西塞他，哦，这是真的。还有个来个左相，哇，丞相跟侯，另外一个侯都来了，还来抄家，哇，这个阵仗真大，那是要堵人家嘴巴，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冤狱了。还是觉得说啊，因为他是侯，所以派一个位官阶比较高的，那是比较尊重，而且在古代一般来说，左相比右相还要位高一点，权力比较重一点。虽然左右相他们是互相牵制，而大多的时候左相的权势会稍微比右相高一点，所以大家记着这两个。那如果之后如果看不到这两个的话呢，那两个大概就是幕后的大 boss 的其中之一个，或者是其中之两个，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女主角的父亲那个晋安侯会出事儿。都跟他们两个有关系，记得就这两个，就这两个，要不然的话，反正就是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一定有插一脚，哦，不是说皇帝也在做局，就是他们两个也跟着做局，反正那种一开头就出来那些人一定都有事，就好像当初在里面《山河令》里面的围攻荣炫的那一些人，五虎盟的那些人，他们全部都在赵进的做局之下全部进局了，他们大部分的人因为荣炫把命给送了，然后因为赵进的野心，然后也埋下了一个仇恨的笔啊，然后呢也把那个琉璃甲的东西全部都散开了。那所以说这个是不是开头很重要？看到这一开头，突然之间觉得说，有点钱果然是好的，人多了点儿，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天窗去抄人家李大人觉杜氏他们家，那真的是有点点寒碜啊。偌大的节度使府，外面那一群人怎么看那人数就是少，真的我真的不是也不是故意的哈，真的是人数太少了，然后堂堂的郡主，哦，晋安居然旁边没有个侍女，甚至外面没有一个人来保护他，然后甚至连李大人在被杀的时候也只有一个守卫，一个武功高强的一个护卫，我就是想说这太寒酸了。但是问题是里面的武打动作是相当的漂亮，点衬出咱们子书同学，哦，对不起，要讲周大人，周大人的武功高强，不过，那一位护卫也是真的很厉害，居然能够在周大人的好几招的过招之下，才把自己的命给送了，真的是太厉害了。